杨乐婷而家已经有咗9个月，前排佢哋就公布肚入边陀嘅系小公主。趁住小朋友未出世，杨乐婷决定拍低女性最美丽嘅一刻，同老公添一齐影大肚上榴莲。为咗拍低最自然嘅一刻，佢哋用菲林拍摄呢辑大肚写真。阿添就话知道太太先系主角，自己只系人形布景板。不过佢都透露自己有好努力 keep fit， 先敢嚟影相噶。距离杨乐婷嘅预产期唔够1个月，杨乐婷话影完呢辑大肚相就会为分娩做准备。平时工作繁忙嘅阿添仲俾太太叮嘱，无论有几忙，生嗰阵一定要喺度啊。其实佢咁紧张你，又点会唔陪住你呢？